头盔撞着墙。 是用喘气的。几天了，怎么咋出来？我这个怎么？什么？你俩的鸭子，女的身上的？那个女的好，你能不能拉动看看试试？不能，真不能。过来，刚才也是没有多大手电。我说回，过来，刚才也是没有多大手电。你这本事啊！你还给你找他的手电筒。 这个两个钱。